讯息说他10815，你慢慢打，可怜。不是你们在急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这游戏本来就是慢慢玩的，我又不像他，对不对？凯撒压你，凯撒压你。哎，那、你不用准备这场比赛吗？哎，我卡通大师，我紧张什么？担心啊。好，学员标准呢？血区怪你有没有放？圣骑点开放血区怪传说，不就是几个套路而已。阿杰可以开窗帘吗？我在窗外看不到你打战场。OK。罗成人只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处男？是就倒战，不是？那你有安贞战吗？也没有，贱种。阿杰，你可以学一下波吉王子讲话吗？故意的是不是啊？波吉他妈就不会讲话。罗总，外面有狗哥的眼睛在看你战场操作，请你把窗帘拉上，不然要被偷走了。去给狗干好不好？熊班长，可以请你大发慈悲放熊能太霸出狱吗？我是阿杰，不是阿冷啊，白痴哦，故意的是不是啊？想杰右下可以改成我是傻逼吗？不要再讲那个瞎鸡巴话了，拜托拜托。干他妈鬼东，是不是你又在挖、啊？为什么要变这样啊？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看我的画面呢、啊，还干嘛？我还想问你，你干嘛嘞？阿能，我要去唱歌了，能帮我加油吗？你就继续他妈的唧唧歪歪靠北，没关系。干他妈，我有两颗肾哦，不要他妈耍白痴好不好？好的，阿杰，但你只有半颗脑。想要透过这支影片带大家了解四大公投的议题。如果你对于这鬼东，你看四大公投影片，你看那么大声没有关系。打你的蚂蚁。阿杰，鬼东在黑色幸存者捡了一个早上的回收你的电脑。就是这样组出来的。不要再乱讲了。哎、阿翔哥，你会去四大公投吗？大麻合法化。你啊，他妈又是一个白痴。你回来了。啊，四大公投是投什么？你要讲啊。公投就是投你的投气啊。我记得我看一下，好像是有一个核电厂，是不是要安装在你的屁眼？那个你。我跟你讲哦，早就把你的那个黑历史全部都写在我的那个小本本上面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反正我跟你讲，那个核电厂就是直接建在你的那个屁眼上。我敢从你观察里面开始发电。我意思，你肛门有几根毛，全世界都会知道。你妈贱种，操！我查一下，公投投什么？重启核四，同意；莱猪进口，同意；公投绑大选，不同意；真爱早交，不同意。没错，终极反指标，好爽。继续乱投，没有关系。好爽，大家跟我一起受苦受难，一个都别想跑。那核电厂盖在哪？你的屁眼！他妈的，盖在你家旁边呢、啊！阿杰，我跟你说啦，核电厂一定要盖在断层上，不然要怎么摇来摇去用动能发电？那些说不重启的都是文组的，等于等于。有没有梁老师？有没有人详细跟我们解释一下公投到底在投什么？啊，莱猪跟正常的猪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会讲英文。你说的猪是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，那来猪是东一的蜜，东一的蜜哦。对啊，不是，来猪好像他妈的不知道是怎样，他们不知道是他妈的，因为他们老美好像有人说那个猪的吃了头好壮壮，就跟鱼人一样。都说我们那个猪好像有问题，但吃了会怎么长菜花还怎样？不知道啦，干什么都不知道，都给人家乱投。他的，人家认真研究的是一票，我们狗杂种随便投也是一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用的比较少票。帮我 Google 嘛，莱猪好吃吗？阿杰，我跟你说，这些狗屎公投都是没有影响力和强制力的，管你用屁眼还是马眼投票都没差。不过我还是要说，四个不同意，民进党倒闭。傻笑，反正投了政府也都摆烂，这次要投的就是四个字：台湾价值，让政府下去。OK。阿杰还记得当初有地沟油的泡面吗？特别好吃。有来记得猪也一样特别好吃。阿杰这么早就开始炒作公投议题，骗斗内了，实在是有料。民进党再多无耻敛财都没你厉害。乱讲，有人说来猪就是猪用最顶的保健食品，什么东西啦、啊？用最顶的。到底是怎么小了？还是吃来猪就可以多领消费券？你说吃来猪还可以发赠品券给你啊？多买多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多吃多赠心哦。合适要盖在哪里？北投新北啊、哦，公馆路上。没有关系，你就继续靠北了。在哪里？龙门哦，龙门哪里？看你还在新北，我赚到了。你赚到吗？我电会比较多哎，电会比较多，接在你屁眼里啊。
但是我们一起搬到那个核市旁边，连理不住哦。做核电厂会炸的都是低能，而等地震到会爆炸，大家也都活不乐了。假如随便都会炸，那核123早就把台湾炸了，不要再低能。阿杰上次公投监票，有人在里面打手枪，结果那个人跟我说没印尼的，是啥？在跟你问莱猪能不能吃，你他妈投票被人家弄印尼出来是怎样？阿杰，你也可以办四大公投，选李诺还是米欧？这把卡一吗？这把碰六，红袍下不下？阿杰，你讲一堆你也不会出门投，都是跟一些伟大领袖学习的，讲一堆也不会做啊，道理都一样。蔡英文，超级败。台湾人都是低能吗？又不想涨电费，又不想干电厂，想保护环境，又18度冷气开24小时，民主素质低的可悲。真的啊，像我一直以来夏天，我就第一句就是跟北极熊拍谁啊，然后就直接低，直接先开18度，那没有办法。还在夏天呢，反正核废料放原住民那肯定没问题，他们除了当兵跟打棒球以外啥都不会。我就问核废料是不是放在蓝屿嘛？核废料是不是还是放在蓝屿嘛？不要再乱讲。反正原住民都已经考试加分了，还是只能考体育学校，不如把核废料吃一吃，说不定吃成博尔特。不要再乱讲，阿杰你完蛋了，你惹到我一个原住民的朋友，他说要去砍你，不是我什么都没说啊，我今天跟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开玩笑，说到是烦啊，结果他就生气，有鱼的小船真的是说翻就翻，酷酷的谐音梗，他是鸟人是不是还怎么样的、啊？阿杰原住民照镜子一翻两瞪眼，好笑吗？阿杰可以帮窗外的原住民朋友开门吗？原住民的母牛飞上天，牛逼上天的啦！阿杰，如果你是原住民，早就万五了，每场都加大分。到底在乱凑什么东西啦？别叫你们乱凑我们原住民的嘞！没关系，明天公馆路就准备多一具无头尸体，公投也不用去了。莫那鲁道。聊天是我们原住民，没有得罪你们，哎，我们只不过是黑了一点，脑子差了一点，艾滋多了一点，爱吃核废料一点。阿杰有看后台数据，有可以看多少观众是原住民吗？不要他妈的耍白痴了，好不好？靠背哦。